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 Nicky 的电影，还有看过电视剧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告诉你们，他唱歌很好听的，所以希望这次借着歌声来跟大家见面。而且我刚刚介绍你，是不是他们不知道我来的？大家还不知道，因为保密。然后呢，这是一个就献给大家一个新年的礼物。另外呢，今天你也收到一个很好的礼物，今天你心情特别好。对，因为今天 Nicky 去那个 casino 的时候，一走进去，我们的保安那个 security 说 ：“Excuse me， 请问你长大了吗？”ID card，ID， show me your ID。就小妹，你我眼底。来来，跟这边的朋友打个招呼。这边有很多讲广东话的朋友，你的广东话比我会讲广东话噶，识广东话。多谢大家支持。在那边的朋友 Hello， 爱一个人常常让人傻心，仿佛手中捧着水晶，掌声谢谢 Nicky， 谢谢掌声，谢谢小鸡。